宋仲基婚后首个行程公开，即将前往香港出席2017妈妈颁奖礼。11月9日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演员宋仲基确定将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于下个月1日在中国香港举办的2017妈妈颁奖礼，担任信使这一角色。2017妈妈出演阵容豪华， XO、 防弹少年团、 Red Velvet、 Twins 等都已确定出席。2017妈妈将于11月25日在越南华平剧场，11月29日在日本横滨体育馆，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香港 W 酒店及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。连续六年选址香港的妈妈颁奖典礼今年首次在多地举行，同时将活动时间延长至一周，将打造覆盖全亚洲，让所有人都能尽情享受音乐的 Mama Week。 日前婚礼上的造型师通过社交网站 Ins 曝光了花絮照，照片中乔妹表情紧张，手中还拿着传闻一束就要人民币万元左右的花中贵族铃兰花。身为未来依靠的宋仲基随时抓过乔妹的手暖心安慰。